哎，大片哎，不转，你看，听着好转，啊，你我，低几十岁人，呢一堆赞同埋叹，都系平常心，处之泰然啊！哎，咁嘅心态又几好喎、啊，学生唔系咁噶，好就跟人睇。夜风凛凛，独回望旧事尘。是以往的我，充满怒愤。无光与之争，只也像没武器的云。居然反应，心怀着感。阿公仔，你人捉背脊，经常有啦。系啦，你人捉。於是周圍解釋，結果越解釋就越煩呢。人在路，天在海，總之就好自己咯。定理有時終須有啊，明明中都早已定理不發寒，未錯未不對，不理之盡。係啊，之後我都冇理咁多啊，哎算咯，总之系啱系错，事实会证明一切嘅。是非有公理，分辨恶好分人，两眼风雨有大明人。你當時點樣學得咁瀟灑嘅？嗰陣時啊，我一嬲啊，我就睇書啦，睇書諗住記得曬以後再深嘅嘢啊嘛，跟住喺書本上學咗好多嘢。子曰：君子欲立於言，敏於行。什麼時間？開口善行。總之啊，小事話多多做事啦。受了教訓，得了輸贏的指引，便已看得通，不再自怪。幻覺有分數，不知着天落下半分，半對恨的快是着恨。冥冥中的老師定理過百問，是多永不退，不止自信。沉默時間，是非有公理，